介绍，这是咱们家的 Prime 牛肉卷。OK， 烤这个吗？我先给你们介绍，这是 Fat 牛肥。先把这里擦一擦，然后这个火爆不要这么太小，要加热，得等一二分钟。好了，然后在这里。不要忘了放点洋葱，味道更好。然后这个烤这个时候要快一点。先烤一半。叫我哥们儿来尝一尝好不好？像这样就都可以好了，然后放这个一边烤一边吃，然后再放点。加这个 sauce， 这里是盐巴，然后这里是酱油。Tony， 你还不把锅烧？对，还不够，不够，还不够。如果烫的话，你可以包这个食物。